这个建国二村新旧城护卫城缝合计划，这个获得我们国土管理署中央大概7100万的补助，那我们最主要分成两个标案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工程的开工，那这个将近4700万最主要做的就是我们建国二村大概3.8公顷，大概12000平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做环境的梳理，包括排水的改善、铺面的改善、步道的改善，还有包括公共厕所啊、卫生系统的建置等等，那还有包括另外一个标案，就是要做设计竞赛，就是把一些我们营造，譬如说这些水塔，我们要建构一些生活美学的艺术建置。这是我们很多户人共同的回忆，已经荒废很久了。县政府把城乡跟宏观来这边来活化这个地方，第一可以让我们湖尾更加热闹。我们囡仔定来这佚佗的一个所在哈，希望透过这个。咱这个建国二村的开工了后，带动金阁后卫一个观光魅力。那以前都说云林县不好玩，很无聊哈，但是慢慢的，我们要把所有的云东、云中还有云西慢慢建构起来哈，变成哈一个园区一个园区来规划哦，让我们的观光量能慢慢提升呐。希望透过景点能够带动我们的产业，让我们产业跟经济能够结合，能够繁荣地方，这是我们打造这个所有的园区最大的目的。